哟，谁放伞包了呀？三号放伞包，想和我们会合。哎，前面有个车。借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左边。嗯，三号又死了，怎么？我以为死完呢，怎么没有过来，可惜了。妹妹沉迷于舔包无法自拔，我先吃两口饭好吧，兄弟们，这放在我旁边呢，等一下冷的。哟，来一条龙，勾引他一下。对嘛，这才对嘛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
What？ 哟，你差点摔死了！完了，那个妹妹被捕了。叹了一声气，哎，然后默默的退掉了。妈的，还有一个呢。当老六啊他。哦，搁这儿蹲着呢。蹲的挺好啊。当老六呢？来吃个饭，吃个饭，兄弟们，我今儿吃饺子去。这个不是饺子，这个是抄手。来两个抄手尝尝。嗯，扣什么问号？没见过吗？甩雷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三方地儿一个。完，他妈把队友炸了！我操！没救到他。最后一个了，我吃口饭好吗，兄弟们？冷了，等一下冷了不好吃了，就留着他们，最后一个。
辣椒有啊。不是我不吃辣椒，你们都不爽呢？那就吃嘛，来嘛。辣椒，干了。你叫我把这一碗干了，妈，在我楼底儿好像。这人在我楼底还是在我下面啊？他是爬过来的吗？没炸死啊？在我楼下啊，一楼。我听的是在楼底的球部呀，没听错啊。没有听错啊。二楼。没有啊。他应该就在我楼顶，就这样卡着吧。我先吃个饭，让他多活一会儿。有点辣，这个辣椒。吃饭不要扒起嘴，我没有扒起嘴，那个是，你没有吃过面吗？他在我楼顶，他要不在我楼顶的话，应该就在那个房子的那个角落上面。在一楼的外面的草地上面趴着呢。
别走了，我这不是钱。急了。嗯。牛皮牛皮。Yeah。有还没升段，我讲。那你们玩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玩，我溜了啊，拜拜拜拜。有麦有麦，哈啦哈啦，我操，这么无情吗？有麦有麦 ，hello， 喂喂喂 ，hello， 可以开吗？行，这个什么一只 NA， 你有麦吗？有啊，我是蓝的，可以开吗？哦，开了，有麦就开。哦，我要躺着了，不玩了，躺机好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眼前没有你的人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飞不过去呢，龙石滩。我去马路边找一辆车。骚兄弟，怎么？是他表示、哎、找车他飞得到，过不去的，过不去的。去了吗？可以。可能我觉得吃完了，也就会跟几个队碰碰拳而已，可能飞不到，是不是飞不到的？没有，一个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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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标点的地方真的有车。不是这边我可以拿到枪，我操！我飞的，他们拿右边，你右边，不是，这是一个队吗？
怎么四五个队好像是呢，关麦操作。病吗？这怎么一打屌在那捶我？我操！不是兄弟，你们有病吗？傻屌吧！我操！兄弟，别让我拿到枪！圈里追杀我操！兄弟们，我找到枪了，我就是来开车救你们。那装装装，我让你装。天天就喜欢说牛逼。楼下还有，不要打，不要救，不要去补他，还有。装装装，哎呦，真的。对对枪，真的是在那锤我，真的是。嗯，救起来了吗？左边那个围墙。漂亮。不是，你这是击倒的吗？围墙还有一个好像。打了个寂寞。我就真的服了呀，这一队追着我就不放了，我的天。不是不止一个队啊。屁股后面一直在那吹吹吹的。来吧。这边被人收了，兄弟。里边还有。跳这里的起码有四五个队，有人在舞狮子，你快来！有人在舞狮子。哎呦我操！十秒无敌！我操！忘了就是，完了，回来。我操！进得下了吗？小野打了最后一枪，可以。可假，这十秒无敌。假的跟什么一样，嗯，这人爬哪去了？我靠，我没看见这人在哪。我就觉得那个人只要收了之后就在那车子。哦，看见了，在那个楼。这个楼前方有危险，追了半天又追了个寂寞，没办法了。谢谢闪闪的两年半卡，谢谢大姑的独家记忆，谢谢陈哥的专属手办，谢谢。这就没人了吗？我去五个龙。去找了一些落单的，
点错了。眼镜擦一下。刚才吸溜吸溜的时候，把我那个辣椒吸溜到我眼镜上的，花的现在是。啊！我操！我真反了吗？没有真反啊！兄弟，你把那个龙给我好不好？我给你小狮子。OK 啊，谢谢。我还以为是有俩龙呢。抄手就是饺子皮，不是，抄手的皮要薄一些，饺子的皮要厚一些。没了，打死了。敲个钟，敲个钟。没人了吧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抄手就是混沌，不一样啊，混沌的皮儿还要薄一些，抄手比混沌的皮儿要稍微厚那么一点，而且它那个包法都不一样，嗯，但和混沌差不多，嗯，反正三种都差不多，混沌、抄手、饺子，就是皮儿包肉嘛，就那么简单，嗯，一个道理。走廊，但略有差异，嗯。走吧，我做这个装。是真人吗？真人，真人。是的。还有吗？我上人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没了，没了，真是的。救救救救救救救！谢谢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你别跟逗我似的。你不应该谢谢我吗？我不把他打死，你就被捕了。好的，谢谢好人，好人一胎十八个。啊？什么？什么十八个？好人一胎生八个，一胎生八个，你这是诅咒我呢？你这是，一胎生八个怎么养得起啊？我操，一胎生八个儿子，多子多孙，子孙是福，怎么养得起？你不知道现在养一个老贵了吗？我相信你哥，你一看就是，将来能发大财，别说八个了，十八个都不是问题，养一个足球队。那你帮我生吧。那算了，那算了，那你还别生了吧。你才一生生八个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有个年兽。嘿嘿。嗯。
我的天，这毒好远呢、啊。打个油。是的呢。召唤神龙，兄弟你不接着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，一辆粉马，我来了，宝贝，往后看。妈的，有埋伏，我讲。掉三个，掉三个，掉两个。掉三个。我靠！我快被毒死了，娘们儿，牛皮！往烟里扫，又疯了，牛啊！我过来救队友吗？我操！我大哥，你就这么牛逼吗？枪法这么帅，这么准的吗？当然就我枪法那么水啊！你上一句话，没，我这说错了，是准。没说水。我没说吗？我敢说吗？别呀，我上不去了，我想舔包，牛批呀！他一个人去研究所了，我操！我去！你倒是把车开过了一下呀，三号，你真的干啥呢？做梦！我跟你玩呢。是哥，我快死了。嗯，这帮人还挺会守啊，操！就帮着就一直了，没了。不止我，死了一个。抢人头的吗？他是来抢我人头的吗？等一下，看我用一个这个。你要用什么？卷轴。祝福卷轴。你得离远一点。大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你近一点。太近了不太好。离我近一点可以恢复能量。怎么？你要给我打针恢复能量？楼顶有人，看见没？顶上。哪个顶？我也要做，我也要做，我也要。你上来啊！嗯，坐好了。哎，你要太多了，给我这样的两批。没几个人了呀，刚才40多个呢。看看。
动。是吗？这是龙载具。我还就是在飞呀、啊，我还以为是那种，就是，卡丁车拉一起了。卡丁车。你想象的真丰富。这是你闺蜜吗，妹妹？啥？是的，她在我旁边。你闺蜜有男朋友了吗？马上有了。马上有了？为什么马上有了？明天她。明天去相亲去。明天相亲？嗯。他们那有人吗？我们打个饮料。没有。我要坐。走啦。走。走了得进圈，找个车嘛，这绝了圈没车，好难打呀！才几分钟，几分钟就没了这个。我天啊，这如果跳着跳着被打爆了会怎么样？会死呢？就那天这个狮子强化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拿这个整天玩，在人家面前就不走，在那打，我没看见那个血条给我崩死了，先给你崩死了，啊，这玩意儿还会炸呀，我操！炸，他之前哎，找到人了，嗯，很厉害，现在没那么厉害，前面有人哦，嗯、就才出的那会儿，那好。有人，你们那有人被削了之后啥都不是。嗯，我来了，快撞他大哥，撞倒，我害怕，撞倒一个，靠你了啊！跳上去不？就这，跳不上去，跳不上去就不跳了吧，别被打死了，打炸了，得不偿失。你快下来呀，人都没了，跳不上去的，我撞不上去了，走，撞东西上去，为啥咱俩晃悠半天，连个人机都没看着，走吧，没有了，那边很正常，我来了。这个剪过了。叮咚，这帮人跑哪儿了？天哪！还几分钟就没了。这么大个图呢？哟，风百万。这不是咱们在农事城打死的那个吗？大哥，那你个空投不捡呢？不是，那有个车停着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有人，那个车那边有人。哎呦我操，你这一波我可以直接扫，你扫不了，跑了。给你普及一个知识，嗯，哦，那个科目一你考过了，就是敲车窗玻璃，敲去两枪，不是我打了两枪，走，还有一分钟，右边的打两枪，左边的没看，都没打着。去撞他，撞他，就那只狮子，有个人。哎呦！得。
我他妈没子弹了，我操！完他妈的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硬啊？这个人，我这边刚才还有一个人。妈，这个人是真的烦，我操，只会偷，啥都不会。我操，这没对过吗，大哥？完了，大哥，我懵了。加油，妹妹，只剩你一个了。这个枪没对过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别呀、啊！我懵了，都没了。你都没了，加油，只剩你了。神奇的世界。这周都没事，我真懵了，兄弟。加油啊，猛猛干啊！不是我，我真没想到第三个还在那蹲着，两个都走了。我不行。那又被呆呆给打死了。我真服了，我这种贴我都没贴过他，都是锁头贴。新钻了。Hello Hello。可以打吗？真的是，真的是冒犯谁了吗？你们这个一直在鞠躬啊，这个。喂喂喂。喂。啊，可以打吗？我想要个人带我。我带不动啊。进不去呀，怎么？哎，我怎么又来了？我怎么？嗯，这个妹妹拉我，怎么了，妹妹？你要和我一起玩吗？对呀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反正我又没队友，啊，招一个嘛。刚才，最后是一个队，然后我偷死了一个，嘿嘿。你血赚。临死前强补了一个，真开心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到吗？这1500米，那可以飞到。嗯我生八个了，哼，无中生有。这个号也上战神，对对对，这个号才刚开始打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天降遇到个蓝特，全真很害怕，是那种吃桃桃的那种吗？别怂啊，一起上，不怕他，我保护你。哎，怎么单曲循环呀？一直听这首歌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送你一个啊。在那个，不是新出的那个零件线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套装你拿到了吗？套装，我没注意，我随便抽的。我
说你要拿到了下把借我穿穿，还没穿过呢。那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啊。好。就一队啊，怎么？我操，这把不得行啊！没人来，没人杀，一队怎么能够我杀呢？完全不够啊！这一队还跑了还。哎呀，他跑了就更没意思了。捡把枪去追他们。好了，都没有打远点的枪。这下面这个 bug 修复了吗？这下面这个不刷枪的。哇，牛啊！哦，冲啊！下面有一个队。来来来，杀他，杀他们，他们没有枪的。那捡了把九八 K， 我去。门口小心点，我们现在离得太远，已经没有卡了。没子弹。没子弹没了啊，劝架了的大哥牛啊，亏呀他！酒吧四号，谢谢淘七七啊送的盛典办卡，谢谢。个卡，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。我需要子弹。都在我楼底下。你怎么被捕了呀？不知道，我家人我们明明可以不被捕的，不知道怎么被捕。你找个车回来吧。好。
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睡大觉，睡大觉爽的一批，跟人趴着一顿。就一个吗？好几个，不止一个。有药包吗？来，我给你一个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直接顶棒，倒俩了。给我个药包，我不敢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给你，你顶吧，我给了，只剩一个了，倒俩了。兄弟可以啊，这兄弟。最后这个我是瞎了吗？没看着他的，一个都没有捞走，亏大了，亏大了，四枚了。摸一下，看还有没有落单的，落单的，落单的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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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格局得大啊。没有了。落单了都没有了。我可以去这个狮子嘴巴里面吗？我试试啊，能不能飞上去，从那个边边蹭，慢慢慢慢的蹭上去。咦，紧急呼救器。我操这躲车你谁能发现啊，这哇天哪，哇这个狗分点可以啊，这要是刷了龙狮神这个圈啊，这个狗分点绝了，这绝了，这个绝了，这谁能发现，这你打死也想不着能在这里啊，这我的天，找一个隐蔽的角落看一下，没有视野的那种，你看这里压根看不着，哇泥补妹妹妹妹你找一找我在哪儿呢，你快找一找，嗯，我躲起来了，你好，你能找到我吗，你在这上面啊哪上面啊，在头上吗还是在哪儿呢，你找一找，狮子上面啊，狮子上面，是指哪个地方，你找一找，肚子里面，肚子里面，嗯，我在他嘴巴里面，在他肚子里面，你被他吃掉了，
这怎么下去呢？我弄我弄我弄还好没摔死。车，快上我的车！快上你的车，我也有车。爹给爹爹，你可以帮我找辆车吗？妹妹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妹妹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我有紧急呼救器，咱们要不要做紧急呼救器，直接飞研究所？有点广。嗯，我们飞过去吧。好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26个，这把人不多呀。上把还有40个，这把只剩26个，这里被收了。兄弟不知道我在哪儿打的，有点懵。前方有危险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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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个车呀。几个人呢？两个？三个？哎呀，真吓人！接着找。下一队，下一队，空投，空投。大区打不打呢？算了，没背劲儿。这空投没人捡，你们过来捡吧。好的呢。哦，看到车了，有人跳下来了。
为什么艾特的是孤独的小六倍，六倍，我要六倍。你们在传什么？你们在不信谣不传谣，明天天净整这个呢。上面还有一个拉大狙的，好像给他开了一下。没有人了呀，有脚步。好像是个人机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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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人了。该给妹妹当个人机的。
呀、yeah。十二也来了，笑啥呢？前面又一个人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把人继续吗？这把这无情他男抢妹妹人机，不带他了，快上车！哎呀，呵呵，好像过期了啊，失效了，不能用的。妹妹抢到了，这把好像是人机局啊，没有人都，还毒死一个，我估计这个毒死都是人机。不质量这一局，别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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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哦，人头，人头，哦。快跳，快跳，妹妹呢？妹妹呢？我操，怎么跳了？怎么跳那边去了？我靠！没有了，吃鸡了。要上了皇冠才吃你啊，还和这个妹妹玩吗？还和她玩吗？妹妹妹妹，你闺蜜玩的游戏吗？不玩这个。她不玩这个啊？那她玩什么？对，她玩别的，她玩原神。原神啊，哇，那你闺蜜是富婆吗？玩原神的都是非常氪的那种哎。她不是，她只是欧皇，比较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想到闺蜜一起玩的，
挺吃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都跟妹妹聊天，我不是，我属于高冷那种，我要当一个高冷的男性，好吗？妹妹不主动，哎，我就不主动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我有我的三不原则啊：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。哦，妹妹的衣服，哦，对，我给忘了。忘记好像没人，人不够多呀，这一对加三四个。吓我一跳，我们三个一起冲进来，他们把我当自己人了是不是？补啊！快，妹妹跟着我啊！冲冲冲！
哎，通楼，通楼，通楼，他们打架呢。好，好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！全是人，我操！妹妹冲动了。嗯，我冲动了。三号，你救他，三号。喝的上不去，我靠！你这得改一下，我上不去怎么整？一不小心滑下来，损失个人头啊！这个人打了个巨惨，没打死就差一枪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没有了，死完了。嗯，这个钟为什么撞不了呀？因为他们撞过了，所以说你撞不了了。嗯。哎、嗯，这龙谁舞过了吗？是你们舞的吗？没有。你们谁的背包里面有龙啊？我没有。被他们带走了，偷跑了。那可能是被他们偷跑了。我用的什么平板？我用的平板是打死不堪右边系列2020款。看姐妹，这个在舞龙的叔叔帅不帅？对对对。还是多大了？你们俩割了比心干嘛？你们俩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我的天，要不要给你比一个？
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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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俩开心就好。嗯，我五等龙好歹分我一个吧。你做我的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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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我操，龙都被拿了，这么多龙都被拿了。嘿，快上车！妹妹，你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不准！我还说你没吃，我请你吃饭呢。请我吃饭。对呀，请你吃饭呢。我饭量很多的，饭量很大吗？贵得饱。我一顿能吃八碗。前方有危险。八碗不算多。这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宿舍楼吗？就在这个餐厅那里。嗯。右边也有。前方有危险。小心他给你扔雷哦！迷宫楼二楼也有。耶耶耶！大哥放我下去一下。明天周二。嗯？明天周二开单更啊！我明天一起看吧。啊？明天开单更新。我操，差点被打死了。投屏断了啊，稍微等一下。这帮人都不对枪的。啊，他都补了。你怎么被补了呀，妹妹？该怎么冲动？我就是不应该这么冲，没关系，我看大哥操作。四号，你有雷吗？学一学。凝物反应。有雷吗，四号？看起来并没有嘞。他想去救人。嗯。他救不了的。凝望，凝望，太帅了！
冲冲冲，三号冲！哦，他被打死了，他被别人打死了。叹为观止。你刚才打倒的那点盾呢？死了吗？死了。背包，这个锅，这个头盔。我宣布，你可以安静一会儿，我去上厕所。好的。拜。一直有个人，不知道在几楼。三楼倒。赢了。他丢雷了。小盒饭也好牛呀、啊，我们都好牛，这反应太快。哎呀，我操！他有狙！我天，哎打打！救！撒疯的烟，救我一下！撒好谨慎呀，他把这一路都碰上了烟。无情大狙！他们四个人，我得多捡点雷才行。大哥，你是几指呀？你用板子玩的还是？你是用平板玩的还是用手机玩的？我是用平板玩的，你喜欢几指我就是几指。没有陀螺仪。
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救他一下吧，他要死了。他被那边楼梯给打死了。隔壁这帮人呢？哎，你干嘛挡我前面呢？这只好吃吗？牛奶。在这摆挂号阵了，我操！我说怎么人不见了？刚才那个火，那个四号不倒的话，这里面这俩都烧死了。啊？这怎么都被补了呀？
看你标点的地方有个人在干拉。这还能救啊，这你都救得起来。神奇的是我竟然补了这么多枪他都没死。嗯，他哥的三队人打我一个。哇，这离了个大火。这一队是我吃鸡路上的绊脚石。
这些都是铁做的吧？打不死啊！我操！妈的，真的铁！我操，这人！我操！打不死我靠！他打我两枪，就抽我两枪，我就失血。我塔他哥的无数枪，他没掉什么血，铁做的，简直是铁做的。打不死我，但凡打倒一个都有个突破口。离谱。还和这个妹妹玩吗？要不要换一个？换一个吧，玩太久了。妹妹妹妹，我不玩了。嗯，好。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给他衣服。我看我有没有啊，那个小鹿啊，我有那个衣服，我给他衣服穿，我再走，好吧？但我给他衣服，给了他衣服，他就少个队友了呀。喂喂喂，有麦有麦，我们找妹妹了哥，啊啊，我们在找妹妹。你不是也是男的吗？啊，对呀，啊，那你也是男的，那你这个，哎哎。什么渣男？什么干完不负责 ？Hello Hello， 跑了。喂喂喂，有麦吗？有啊有啊。妹妹不讲话，退了退了。喂喂喂，好，打打打打打，滚！是不是我把战机关了呀？我看看，隐私设置。个人战绩，允许陌生人查看个人战绩。来吧，我操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我看谁敢踢我。不过喂，主教练要哈喽哈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嗯，你们有木队吗？有有有，可以打吗？嗯，可以的。OK 啊，走吧。嗯，走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是自己打这把，能不能啊？
去哪个饭馆吃？噔噔。咱们先一。我咋了？别那么干哈。咋了？咋了？我又没有，又没有撩他，怎么就炸来呢？我操！我没关麦，我操！就是。就是小哥哥要对象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嗯嗯，你是二号吗？对，我是二号。这一号是你女朋友吧？啊，你好，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好，不是很熟悉。那四号是你女朋友吗？我是男的。啊，你是男的。那一号是？我听到一。那一号是谁？啊，你是几号？你说我是男的，你是几号？一号是女的、啊、一号是妹妹缺男朋友吗？你刚刚说我是男的是几号？是四号。就又不吭气了吗？进门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有麦，咱们跳耳呀、啊、我有点生气哦。跳屁什么？跳哪儿？狗一点呗。我跳屁啥？等我拿条龙来接你们好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谁跳了呀？啊，跳了不中。这他妈是个夹子，我操！三号。三号也跳了吗？三号脱离了。开玩笑的，我是三号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三号看不到了。呀，都有人落啊，这个皮带。我是三号。唱首歌听听呗。这飞哪儿啊？想听什么歌？什么类型？呀、yeah. 啊。你这是去山顶吗？啊，对，你想听什么类型的歌？嗯，你会唱啥类型的？不会，戏曲。然后。哎，我要听黄梅戏。可以啊，来呀，来呀，嗯，就点歌一首十块。黄梅戏，不是你，啊，你首先要哼两曲吧，啊，哼两个调调，我听听是不是、啊，嗯，什么都要预听呀，嗯，你没有预听，人家就给你付费啊。一首十块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还是刚才那个妹子好。词儿的。小曲儿的。对啊，随便哼两句，真是哼啊。那是黄梅戏。有黄梅戏的，我比较喜欢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什么果青的那个小姐姐唱的黄梅戏，嗯，你先忘词儿，我找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电脑上找一下，开电脑，这是谁？行，那你们走吧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去找辆车好了，不，别这个样子，别这个样子。啥的？我去找辆车。嗯，给拉小点。嗯，顺便我去找一下黄梅戏的词。阴柔之美，去讨讨好娘娘。直接关了嘛，我还听他唱黄梅戏呢。这个尴尬了、啊、你这是尴尬了，为救你狼吗？你是你狼吗？这样在何方为救你狼离家园你操，是我操帅了。
可以可以可以。要嗓子，看不出来。再来一遍，好兄弟，再来一遍。这个颜色。就想听完整版的话，可能真的在付费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唱，需要一点基本功。还要付费吗？我操！妈的个巴子！我都花两千块，花两块钱去下载一首都比你好。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他需要付出才可以收到。除非那个演唱者或演下一局去找刚才那个妹子。心情好。还付费？那心情就不挺不错啊你。今天心情好，还免得小丑。啊，那你分吧，哥哥。真这把是七级吗？谢谢林夕小姐送的粉丝卡，谢谢木小胖木送的办卡。看你们狗不狗？你要狗的话可以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给他拉个1%好吗？啊，5%大了。这时候怎么不说话呢？说话了。嗯，说话了。屁股后面打我一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那怎么那么远？啊，他有狗闸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他妈跟你对话呢。你老是鬼位。你老是鬼位了吧？他说什么？哇，这咋整？他又活了。我又活了。蛮是个复活。这个雷来得太快了，给我炸残了。没事，我操，他哥的，我再捡头龙再去，我必须给他打死。那边有人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他叫什么 ID 啊？等一下我给他打倒了，我也问他话啊，忘记了。再来一次。俱乐部玩家，谢谢大洋芋和小米渣送的办卡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又是一条好汉，
啊，我看到他又杀人了。妈，这么远过去，好像来不及了。我先去搞一队杀一杀，肥一肥先，先把自己肥起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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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空投呢？超出了我的预算。哦，是不是？